家好，我是小高。我们这个频道致力于分享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。如果你感觉小高分享的知识对你有用的话，请订阅、点赞、加转发。一个人花十年，用心做一件事，就会成为高手。今天是2021年2月9号。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定投时间。今天我们要定投 Mutual Fund FBGIX。 好，那我来操作一下今天的定投。首先先选择 Fidelity 的账号，点击 Trade，选择 Mutual Fund， 输入 Mutual Fund Code FBGRX。现在价格是179，输入定投份额500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都可以。点击确认。好，我们定投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个订单要可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才能看得到。我明天再打开账号看一看这个买到的价格到底是多少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今天是2月10号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我们买进的那个 Mutual Fund， 点击 Position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昨天 Mutual Fund 是购买成功了，最后它的价格是179.88块。然后我们拿到了 2.78 股。小高记得上次我们购买这个 FBGRX 的时候它的价格是168，所以这几周时间来讲的话它涨了大概将近11块钱。上一次我们买的时候好像是拿到了 2.96 股，现在只有 2.78 股了。另外我要说明一下，我这里犯了一个错误，昨天其实应该定投的是 VGT 而不是这个 FBGIX， 所以我下周会把 VGT 再补一下。今后小高每周会固定下定投基金，尽量不出这样的错误。好，今天定投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对这个定投也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和我一起参与。毕竟定投是一个相对枯燥的事情，要坚持做十年，如果参与的人多的话比较容易坚持下来。好，我是你们的小高，我们下次见。